Hello， 大家好啦。咁啊，之前啱啱開咗一把風扇啦。咁啊，咁熱嘅天氣啊，咁啊唔止一把啦，開多把去夾腰嘅風扇啦。咁咧，都好似喺我 HQQ 摩買嘅嗰陣，咁就呢、這個就火數唔係好高啊，發火呢度飛咗。咁就開箱睇下咩牌子咯。OK， 哇！呢個比之前多好多啊，有橋繩啦，兩條呢個掛頸，呢啲繩都未必想用。咁之前我打開就見到啲繩唔好用啦，咁啊有個 USB HDMI 啦，咁呢個就個把風扇嘅真身啦，跟住仲有個 manual 啦，咁就睇下真身係點啊，好大個，哇，可以夾腰。咁就除咗夾腰之外，應該唔掛頸。對啲繩用唔用就自己諗啦。咁佢如果呢條繩要綁側邊，應該都唔係好夠力。咁呢度有個掛頸嗰啲繩都唔會用噶咯，應該都。咁就放埋一邊啦。咁呢條我都未必用，咁就呢度有個 manual 啦，可能教你點樣掛定一啲啦。最主要你問我就係攞嚟夾背脊嚟嘅，吹住個背脊。咁就個 manual 都唔係好需要用。咁就呢度啦，見到夾掛頸啦，咁、那個底就係、是。插住 Type-C 啦，咁啊有 power 掣啦，喺呢度啦，咁啊 on/off 啦，要 on 咗，咁啊見到有冇電量啦，再撳呢個掣 on 啦，咁咧試下插落去插電有咩反應啦，咁啊有78% 電嘅呢度，插咗 Type-C 之後見到，咁都 OK 啦，唔算走得好勁呢個都。頭先嗰個都有少少算係走一啲，不過都可以。就咧咧，嗰條試唔試啊？好，問咗佢先。咁就試下啲風力啦。咁就冇喐嘅。喺呢度安咗，到啦，要撳一陣咧先吹。哇！啲把勁啲，完全聽到聲。呢個係 R1 號，頭先撳一陣咧就會開啦。開咗之後咧，撳一下就轉啦。好，好，哇！啲勁嘈啊，呢個喇叭。咁佢就一二三係咁轉嘅啫，發發嗰度。同頭先嗰個唔同，頭先嗰個咧就會係有percentage 嘅嗰個把風扇嗰個強度。咁咧呢把都有少少重量嘅，咁我唔知兩個歐有幾大用途啦。如果你咧其實咧夾腰咧，即系咧有條皮帶咧夾住就應該 O K 嘅。哇！呢把嘢好勁。咁咧頭先78% 啦，咁我試下插住啦。唔知幾耐先可以差到一個 percent，
我預計佢就電咧，應該我估差三至五分鐘就會升1% 到啦。因為頭先因為我之前開新嗰把風扇咧，原來咧凍得喺度嗰把風扇咧，佢都係咁耍時間差到1%，所以都 OK 嘅。因為大家最關心咧，就係咧要幾耐先插得起呢把風扇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咧，呢把風扇如果開最強咧嘅個力度咧，消耗電會消耗得幾快啦。咁我根據翻以前用啲風扇經驗，通常開最大嗰個檔咧，都維持到咧咁個半兩個鐘頭到嘅嘢。以頭先嗰個咁強嘅風力。因為之前開箱另外一把 JL 嘅風扇咧，根據佢說明書講咧，佢開到最大檔個風咧，應該1個至個半鐘度咧就用完嘅啦。嗰把風扇然之後就要插電，咁就所以唔開得最大檔咁就。咁你見頭先拍住啦。嗰、那個插電嗰個位置應該都超過2分鐘，都仲未起到1% 標，所以呢把風扇應該插電都要啲時間嘅。頭先見個 manual 啫，見個盒出邊擠住曬一火，咁佢應該要呢度咧，咁最少咧，你有超過2A 咧先可以插得起。夠電是正常的個插電速度，如果不是呢就應該未必那麼易插得起的。那我試下拍多1-2分鐘看它的%起不起到標啦。如果起不到標的話，我估計3分鐘不會起到%，我想起碼要5至10分鐘才起到%，個預測應該都要。應該過了3分鐘了，它都起不到%。雖然它正常著到那個綠色插電燈，是插眼電的，這個不用懷疑的。可能本身 call 板跟來那個USB 的位置插電應該都不是很強，我估計它那裡可能很快可能3A 度最多什麼電腦，即當那麼多個 USB port 加上 share 應該得個10萬伏左右，即是 voltage and current 就是個 power， 還有這個不想再特別介紹，那就應該插了下去都接近4分鐘了，還未起到過1%。那這個把風扇那個需要插到下去裡面標籤那個battery 嗰個 current 咧，我諗你3A 應該走唔甩，最少啦。因為差啊，譬如 Apple Watch 剩嗰啲都預佢正常又要話唔喐啦。不過你嗰個插電嗰塊板咧 wireless 有15伏就好啲啦。好啦，就嚟5分鐘。就嚟5分鐘，佢都未起到%。咁呢把風扇，佢真係需要俾一個比較大嘅 current 先可以插得起嘅。如果唔係，你見到啦，差唔多5分鐘啦，係啊，差唔多5分鐘先插到%。所以大家計啦，咁就如果5分鐘有%咁啊。1個鐘頭都係12% 到，所以都應該差得幾耐。所以最好有大 current 咧，可能最開頭差嗰陣咧，差得快啲啦。咁我今日呢條開箱片就拍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我條片嘅就俾 like 啦。如果有咩意見就留言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